今次出 post 最令到我驚訝嘅就係有咁多嘅人俾我喺我嘅IG 度留言啦，亦都見到有好多嘅藝員啦，同埋奧運選手啦，跟住有唔同嘅媒體啦，亦都有啲嘅professor，一啲嘅醫生啦，喺學校度。學校嘅 email 度幫我去寫翻一啲嘅宣傳啦，叫大家呼籲大家去做一個骨髓嘅捐贈登記。咁我好多謝你哋嘅呢一啲嘅舉動，亦都好多謝當初有嘅朋友願意將我嘅資訊分享俾大家，令到咁多嘅人知道呢一樣嘢。去幫到我之餘，亦都幫到好多其他人。同埋仲有一樣就係喺眾多嘅留言入邊，其實有好多同我一樣患有相類似血科嘅血嘅疾病嘅患者啦。佢哋比我辛苦更多，因為我只係打咗一次嘅化療，但係佢哋有啲人同我分享嘅時候，佢哋係。可能同大佬打咗幾年，甚至可能有啲經歷咗好多次嘅化療，有啲6次，有啲9次，係咯。跟住有啲亦都佢哋願意分享好多佢哋嘅經歷俾我，呢啲真係好 support 到我，同埋好鼓勵到我堅持咯，因為喺。原來我身邊亦都有好多嘅人同我一齊打仗緊，所以我好希望大家能夠坐言起行，係啦，跟住去登記成為呢一個骨髓嘅捐贈者。因為我覺得。打大佬似相對比較輕鬆嘅一個詞語去形容我呢一個狀況，冇理由同大家講我而家要打癌症啊咁樣樣，好似好大壓力咁樣樣，同埋都唔想大家真係咁擔心我，係咯。咁我而家個身體狀況呢，其實呢幾日係精神咗好多嘅，因為打完化療之後，有一兩個星期我啲指數係相對處於一個低位，所以我出現一啲感染啊，例如發燒咁樣樣，跟住可能暈啊呢啲情況。咁但係呢幾日呢，就啲指數開始慢慢。有上升啦，咁所以就即刻成个人系精神好多，咁样咯，又冇乜特别唔舒服嘅，系咯，但系而家都系会喺度休息咁样。咁我6年前点样发现呢一个慢性骨髓白血病呢？就系、是。我嘅手啦，同埋腳都有一啲嘅瘀出現，咁佢嗰個 size 通常都係咁大笪。咁我自己打開排球呢，平時打排球都係呢啲位置去做一啲嘅撞擊啦。咁所以如果瘀咗喺呢啲地方，我係一啲都唔會覺得有咩問題，但係。咁啱嗰一次嘅瘀呢，就瘀咗喺呢一个范围啦。咁呢个范围我真系好少打排球会接触到嘅位置啦，而且佢都范围几大，得嚟呢嗰个瘀系有少少凸起，然后好痛嘅揿落去，点样捽都唔会散咯。咁隔咗几日之后，喺我另一只手都同一时间出现。呢一個情況，而且係好對稱嘅，
一模一样啦。咁跟住再加埋我只脚都有一啲嘅淤痕，就我就周围问人咯，就发生咩事咁样，但系当然冇人答到我啦。咁跟住再加上，因为啱啱先嗰阵时开学，所以有一排都冇见到啲同学仔咧，佢哋就会好明显，发现到我瘦咗。系啊，当时我系其实系瘦咗5、6 kg 嘅，但系我冇察觉咯。跟住佢哋就建议我去睇下急症，咁我就真系走咗去睇急症，做咗一个抽血啦，就发现咗有呢一个病。目前最希望嘅就系、出返去唞返啖新鲜空气啦，同埋想做返下啲运动，因为stay 咗喺医院一个几月，我啲肌肉都已经萎缩咗好多好多，系咯，想喐下咁样，咁同埋食嘢，系啦，虽然都唔系话可以食到啲咩好杂不楞嘅嘢，但系我想食翻啲好嘢，系咯。